wanna be free of this heart. Yeah, I wanna feel your arms around me. I need you more, need you here, more than I would like to admit. Let's forget about tomorrow. Yeah, should I hide away forever? Should I close my eyes and never again? 我们点这个白烫白牛舌厚切，然后我姐点三枚，我点两枚，然后我们点都是点 set， 然后它蛮多那种其他各种拼的，但实在也是也看不太懂，然后因为只想吃牛舌，所以我们就点这种最 pure 的 set。 把它加到饭里面。然后可以选择要不要加一点酱油，它旁边有附一个酱油，这样。嗯，它本身的山药就有咸味的哎。我第一次吃这家，因为我记得每次来都是去吃利久牛舌，然后我觉得这家跟利久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，我觉得它牛舌味道有在更就是烤得更重一点，它的牛舌很脆，我们都是点厚切的，它牛舌是烤到很脆，然后外面很酥的那种。就很嫩又很好咬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很好吃。那我最喜欢吃牛舌饭，它都会附这两个小菜，这个是味噌辣椒，真的超级配饭，很好吃。然后旁边会有一点点这种腌制的菜，就吃起来想解腻的时候吃，这很清爽。嗯，真的好好吃。这集 vlog 会变成是我姐的爆买东京行。可日本鞋子真的很难买，因为都没有尺寸啊。穿很合脚啊。他想要的是这双，还蛮可爱的。可是店员刚是不是说只有三七，还三七半，很轻哎，超级轻的。日本的 Moncler 真的非常的好逛，好赞，好喜欢。晚上的银座，其实现在没有下雨的话，其实天气算是冷，可是是舒服的冷。然后今天反而中午的时候下雨，就超级不舒服的冷。现在在找餐厅，因为我姐刚刚先去，我本来想去吃另外一家，可是就是她已经完全不能让人家抽号码牌了，所以我们就改吃木曾路。我现在要去找一下餐厅在哪里。看到了木曾路。来东京的第二天，但因为我们昨天是坐晚班机，所以昨天就完全没有行程，然后今天基本上就是逛街逛逛逛，但好像没有买到太多东西啦。我自己觉得就是等待结账的时间真的很久，去的店面真的没有到很多。诶，是这里吗？我看一下，找到了五楼。妈呀，这个灯光！哦，那个，老板放芝麻酱。我们点的是松板牛，我们点了两种肉，刚上一种吃起来就觉得还好，这感觉很厉害。能断掉。我想分成两口，很吃掉，然后有一小小点。嗯 ，Ice cream set です。真的差很多。要点松板牛。嗯。
很好吃。Sakura 热了。嗯。Sakura 嘞，哎。这就是日本和牛的味道。嗯。那我们点了两种肉，一种是它刚中间是什么肉？也是和牛，是和牛，这家店都是和牛。我们就中间点的中价位跟最贵的松板牛，刚中价位那吃起来就是没有办法说它入口即化，但是松板牛真的有入口即化，很赞。然后日本的白菜都好好吃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因为现在所有事情都被套了那个日本的滤镜，就觉得什么都好赞。差很多。嗯。嗯。阿芙妮，这次一样是来那个新宿 Lumine 底下的阿芙妮，然后今天有稍微要排队一下，因为现在就是正值用餐时间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很久啦，因为拉面都吃得算蛮快的。然后今天有围穿错衣服的服，因为今天跟昨天气温我觉得差了有没有六七度，然后今天一样是穿一件发热衣，然后薄毛衣跟一件 Moncler 的外套，好热。等一下就是看外面天气像，我等一下应该会默默就是把里面那个发热衣脱掉。又吃到我的阿芙丽了，我这次来就是真的最想吃的就是阿芙丽，因为每次吃完之后就会很后悔自己没有吃个两次。然后我一样点的是柚子辣汤面，然后我的面是选手打的面，就是比较粗一点的。然后这次有点这个听说很厉害的叉烧饭，就我跟我姐两个人点一小碗一起吃。然后他点的是就是最招牌经典的柚子盐拉面，然后他的面是细面，他总共有三种面，就是手打面、细面跟一个蒟蒻面。咸度蛮重，重了吗？我已经选淡口，有咸。但吃我的，你一定会觉得味道更重。真的要点它的手打面，然后它里面有海苔、笋丝，然后一些水菜，这个是洋葱吧，然后有半个溏心蛋，跟他们家最招牌的这个炙烧的叉烧，这肉真的超级好吃，它的料都是可以加点的。来吃一口它的。好好吃！看过之前东京 vlog 的人会不会觉得这段很像在重播？吃完阿芙丽，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就来那个 Lumine， 就是他旁楼上的百货公司逛一下。这一套超级好看，我刚刚是试穿，就是浅算是粉肤色的，我已经立刻打包了，超好看。它是可以穿成一个 set， 但它不是一起卖的。后面有开叉，这件超好看，如果你们现在有看到可以去柜上看，因为这台湾也有专柜。然后它好像这种，它本人的绿色是会再更浅一点，这个绿色也好好看。然后它还有最安全的黑色。然后我觉得很可爱的一点，就是因为它后面有弄这个白色的线，就会让一套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套装穿起来
就是会多了那种春天一点的气息啊。我买的那个颜色超好看的，这牌子我真的很爱。他们家衣服就是日本的价差当然就大咯，就都蛮好看的，很多裙子啊裤子下身类的，但我都没穿，因为我就想说快很准，我就只有拿了一套那个套装。然后这件衬衫我刚刚有穿短版的，但我觉得它好像就有点太短，所以后来这件衬衫我没有买。然后这个外套，因为它是分开买的嘛，所以它外套是有点微长版的，穿起来是这样，所以它配底下那个裙子的时候，它就会很修饰屁屁那边，超赞，超加分。现在等我姐 ，Prada 真的超级好买，很容易可以失心疯。但我觉得我今天非常的克制，我大概只买了四五样东西而已吧。现在要上车了，太阳又出来了哎！刚刚吃完午餐走出来的时候，没有太阳又突然超冷。冬季的天气实在是太神秘了。好，我要去找我们的车了。买到了，这次超想要逛这家，然后就误打误撞，我们现在在宫下公园这边就买到了 baby 的东西。好浮夸哦，这件衣服。来找这家咖啡店，他又要喝拿铁，超可爱。我想买大的，然后他本人的颜色是好看的，只是我觉得有色差。本人颜色是这样，有点蜜桃橘粉色，超可爱的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家的周边就超级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这个水壶我要买，他们家这些小东西都超级可爱的。我点冰红茶，然后我姐的热拿铁，他们家就是杯子很好看。是有花香的那种红茶。这里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继续往前走，然后上面好像会是一个露天的平台嘛，要去那边拍照片。Converse Tokyo。好，去吧。我要买这个 T 恤给我老公。就是有他们家那个小星星款的，我觉得这种 T 恤就还蛮实穿的，蛮多颜色。哦，这件好可爱哦，我有点心动。然后后面是这样子，我姐买了白色的，然后还有长袖的。我就觉得他们家基本款这种还蛮赞的，算实穿。可是因为我觉得材质就是算一般般而已，因为以他们价格来说就没有到太贵，所以材质这样是可以接受的。又在结账的结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有 Panda Express， 我刚刚真的是用冲的过来，因为我是先看到那个 Taco Bell 在旁边，然后楼上这边是 Food Court， 然后居然有 Panda Express， 我不敢相信，我在东京耶。然后那边是 Taco Bell， 因为我刚刚去外面那边上厕所。 Oh my god， 真的尖叫耶，我要买一盒外带。可爱哦，是酷奇儿。这是他们的顶楼，这整栋就总共四个楼层。楼下刚是逛街的，然后有 food court， 然后上面这边就是还是可以再买一些小东西吃。啊，很漂亮哎！这是他们日本情侣的约会圣地。是哈。那是新盖
很赞，而且它超多这种各种休息的地方。哦，天气很赞呢，超漂亮。然后另外一边那边还有攀岩场，有些小朋友在那边玩，觉得这边可以来走走，还不错，因为楼下蛮多逛的。楼下有 LV， 然后这边有 Gucci， 精品的话是这两家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赶去下一站了。把那个 poster 太好了，不是，并不是。补充说明一下，这边还有那个 Balenciaga 跟 Prada， 然后那个是什么牌子？真的太远了，看不到。它一楼的外面这边还有其他的精品。然后这就是刚刚的 Gucci 跟 LV， 这边好赞哦！逛完了爱马仕，然后这家很有名的牛奶糖店，就是一直经过一些跟我一样很困惑的路人，因为他今天就是已经 sold out， 所以他现在这时间就关门了，卖光光了。这家牛奶糖上次有人就是送我爸，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有吃到，超好吃，想说要再来买的，结果没有，卖光了。过两天会再来这一区，我们再来看看吧。 Rimowa 现在是不是听说也没什么货？我来看看，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是那个旅美合集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吃一下那个 Panda Express 啊？上车。可是我马上要先跳下去。哦，要拿那种马吉。先上吧。银座的草莓大福，我们昨天买到一家超贵，然后必须说真的算有点小雷的店。这家草莓大福真的超好吃，它就在最好认的地方，星光三月在那边，就是银座的那个主干道。星光三月在这边，就是过马路。这一家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好期待。然后这次想要买这个饼，就是这种，这东西到底叫什么啊？其实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哎，但这好好吃，就是外面会这样酥酥脆脆的，里面会有包料。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但是我喜欢这个东西，等一下来吃一下好了。然后这个不同口味的草莓大福。它里面就会长浆，然后蛮大一颗的，价格是这样，然后可以单买，单买一颗是432。现在很红的 Human Made 衣服蛮多的，我有买到一件，我姐也有买到一件。然后我刚刚在 Parko 里面逛， Parko 还蛮好逛的，里面就是很多，现在算是精品品牌也蛮多的。然后这边是都是化妆品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西武吗？西武百货吗？是哪一边啊？ Apple 那个真的好细，有 Apple 去一下，这边居然有，我还以为只有表参道那里有，这里好赞哦。哎，在飘雨，在飘雨。Go Ape。下雨中，You need garlic? Oh, yes. Okay. 我点的是中份160克的汉堡排加牛排，跟我姐姐一起 share， 然后她的是汉堡排，希望会很好吃，好好吃哦，值得。我们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，我现在真的是一个不爱排队的人，我去迪士尼也真的是大概超过20分钟，我就是绝对不会站着排队。我活生生排了一个半小时，很值得，大家，很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它是会先这样帮你煎的，可能3分熟，然后你自己再用铁板弄你想要的熟度，会有6种蘸酱，然后这个蛋黄松露蛋黄酱是我单点的，这个要必点，真的。然后它的汉堡肉跟你们想象中就是
印象中汉堡肉不太一样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店名是这个，到饭店了，我们吃完饭，然后现在我姐姐进去请饭店的人出来，就是拿一下东西，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是换饭店嘛，东西超多的。刚刚吃饭都没有录，非常好吃，值得这个等待。